去把气球弄破，找出五张新娘的照片才可以。两分钟哈，现在过十秒。那没有，那我们同事没有，那这没有，对，没有你老婆哎，三秒哈，才有三张而已。哎，时间到了，不好意思 ，I'm sorry 哦，拿出来的五张只有三张你老婆。不好意思，是我们医院的同事。不好意思，是我同事。那我们开始要来进行惩罚谢谢你把婉婷养那么大，也谢谢你信任我。那婉婷交给我，我会尽最大的责任，不会让婉婷受苦。那我也会照顾好婉婷，然后也会常常回来看妈。知道了，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小花童进场，掌声欢迎。新郎以及男方
主婚人吴妈妈进场，掌声欢迎。这回我现在就把女儿，交给你照顾她了。她因为她长期都在外面呐，我也很多没有照顾到她，她现在就交给你了。那婉婷也是一样啊，嫁过去哈，啊，脾气要好一点啊，然后多照顾婆婆还有建辉啊。当他的贤内助啊，我祝福你们，百年好合，家庭圆满。这个声量你们大家都满意吗？没有对不对？请问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让我们用最温暖的掌声迎接今天最美丽的新娘以及女方主婚人徐妈妈进场，掌声欢迎。从小到大的回忆都在此刻涌现，妈妈，我想跟你说，谢谢你，你是我成长的支柱，是我最坚强的避风港。谢谢你从小到大的呵护，用你的一生成就了我，妈妈，我爱你。接下来呢，眼前就是我们新出炉的吴先生跟吴太太了，我要听到你们等待已久的尖叫声跟掌声好吗？请大家掌声尖叫声送给他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新郎新娘要继续朝向人生中的幸福大道迈进，新郎新娘请迈进，掌声欢迎。